这位是捷德奥特曼，贝利亚的亲儿子。兄弟们，有不认识他的吗？他可是打败了自己亲爹，在 M78 星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。少废话，还打不打了？哎呀，打打打，介绍一下还不行吗？那么捷德奥特曼原始形态，你们知道他的大招是什么吗？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。那么接下来咱们直接开一个罐子。路障格莫拉，好久没见，十分想念，给了两个没啥用的植物。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吗？卡槽里是个200阳光的升华器，给的600阳光可以变三次。那兄弟们，长按点赞，咱们让捷德奥特曼进行融合升华。哎，捷德奥特曼刚燃形态，那就直接开一个罐子。铁门哥莫拉果然不出所料，那就吃我一招布斯特冲击光线。非常完美，给了两个南瓜头，那继续开铁门僵尸吧。不过萝卜伞就没有必要了吧。下面的这个呢？对，墓碑吞不行啊，那只能再次让捷德奥特曼进行融合升华了。捷德奥特曼机敏形态，来吧，继续开后面的罐子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气球僵尸。那吉米形态可是气球僵尸的绝对克星，上吧杰德，能不能给我来个磁卡？地磁王那就更好了，咱们随便一放，然后继续开罐就完了。来吧气球僵尸，能不能再给我一个好植物？我去，迪达拉呀兄弟们，那直接开后面的僵尸，然后再来两发。给了这么多唐三啊兄弟们，那这不就赢了吗？哎呀，你这也太简单了吧，一点挑战性都没有，我要回光之国了。等会儿，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呢，直接干掉剩下的冰车僵尸，然后开红眼贝利亚罐子，先给他们来两发迪达拉，给我狠狠的打。好，非常好，咱们的场上有这么多唐三，对付这些贝利亚不还是绰绰有余？这又给了两个欧布三位一体形态，那可太好了。那僵尸还玩什么呀兄弟们，接下来就让捷德奥特曼进行最后一次融合升华。这就是尊皇形态，融合了奥特赤王的力量，上吧捷德，咱们继续开贝利亚罐子，一口气消灭他们吧。现在就剩下电弧贝利亚了。就算是我亲儿子来了又怎样？愚蠢的奥特战士，受死吧！贝利亚，你别嚣张，今天就让捷德亲手解决你。兄弟们，咱们弹幕评论捷德奥特曼，一起为他加油吧！贝利亚下来了，奥特战士们，给我揍他！现在越来越多的奥特曼加入我们了，咱们的场上还有格罗布奥特曼，贝利亚现在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了，那么就让捷德奥特曼使用尊皇超绝破坏光线解决他吧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捷德，捷德。